宝贝，干嘛？我想要了。你想要什么？想要什么？要跟你讲吗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有没有带？带。啊，对哦，今天来你家，我没有带。那赶快去买啊！不用买了哦，用这个就是这个，张秀，张秀。哦，神经病啊！去买啦！哦，哎，去买啦！哎。什么啊？怎么啦？没事啊，心情不好。没有不会淡的疤。不能讲尴尬，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讲？所以这种事情就自己女朋友知道就好，不要再跟兄弟讲。你有没有把我当朋友？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。你在犹豫什么啊？叫我去楼下便利商店买，生命來不就买了，真的尴尬。你打炮还怕尴尬？对嘛，有什么好尴尬？我在买的时候要是有人旁边看，那怎么办？很奇怪吧？哎，你想太多了，不会的，哪有人想那么多？尴尬怎么办呢？会怕吗？要打就打，要不要面子？No!